Hello， 大家，我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刚洗完澡出来，我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洞爷湖的那个洞爷湖顶嘛，就是他们是用顶来，就不是用箱，因为肺炎的关系啊，然后大家都就是生活日常又没有工作嘛，然后收入减少，然后呢，他们顶的话就会自己发行，自己就是可以补助我们自己乡民的东西。洞爷湖顶的商品券，那它的话呢，就是有限定，一个人呢只能买两个 set， 然后一个 set 是5000块钱，然后你实际会拿到的是7500块钱，等于你买了一个就多了2500日元，然后一个人的话呢可以买两个，等于就一个人就多了5000块钱，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家是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多了10000块钱，然后我们朋友的也不要用，他们也会给我们，所以我们整整就是买下来的话，就实际上是多了3-4万日元左右，5000块钱就可以得到7500块钱。主要呢就是帮助附近的商店，也是帮助附近的居民。那你可以用的地方的话，其实还蛮多的。我主要会用的呢，就是便利商店，因为我要在便利商店帮我男朋友订酒。然后帮主管就是买酒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订，这样就是多出来的部分。而且现在是6月嘛，然后它是可以用到9月底，看起来好棒哦！这真的就是我坐在沙发上可以放着的，就是可以这样打电脑的。我现在就缺一个这样子的，你可以再吃。Hello， 大家早安！我今天来了二手商店，现在坐在二手商店的沙发上面。我有看中一个，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你们看这个桌子，它是铁的，然后下面是木头的桌脚。我觉得这个刚好适合我放在沙发旁边，可以就是拿来打电脑用的。我觉得这有点吸引我，因为有时候我想要喝茶，我想要在沙发上面喝茶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拉过来。我想要，而且这还蛮便宜的，这个只要这边2000块。那我考虑一下，我真的觉得还不错。你们大家看，我买了夏天用的被子，我买了这个被子薄薄的，买了一周。然后我不是还带你们去看，说我去买了这个防凉的那个毯子吗？然后啊，北海道就热那两周，那两周都是30度。之后呢，我的欧蹦连假一结束，现在每天平均温度是23度，我真的快冷死了，电风扇我都要收起来了。夏天已经结束了，给你们看我的花园，葱已经长这么多了，然后这个辣椒树，最近我很常吃辣椒炒肉，也都是从这个上面拔的，很大颗哦。有很多都红了，然后青椒先生也是这里很大一颗。我今天要去超市，所以我今天就不先不拔。如果超市的青椒很贵的话，我再拔起来。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其实已经变冷了，所以它们长得还不错，但是这个情景。现在是8月，对不对？大概在9月底或者10月，这些就要全部清掉，不然积雪的话，我这边会比较难清，所以给你们看一下哦。Hello， 大家早上好，现在我要去外面铲雪，现在是早上的9点，然后我等我10点要上班，给你们看一下我真的很痛苦的早上。雪超大，今天有人先帮我铲好了走路的地方，不然通常是连走路的地方都要一起铲。我们家车子被埋起来了，我现在就要来铲一下。你们看这个雪有多厚。
Hello， 大家早安。我今天要来用那个就是洞爷湖的券买就是东西，想说可以顺便记录一下。我最近真的连假真的很忙哦。他们是在装那个，就是装一袋100元的活动。天哪，100元呢？你们看，我装了多少？这样100块钱日元，有没有很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在排红萝卜跟青椒是装到饱的。很像在看动漫吼。小道，这个就是洞爷湖在地的，就是超市，蔬果超市。生姜焼き丼，这个生姜丼，这个你看这边的在地的洞500，买一个吧，这样今天晚上就不用做晚餐。这边一袋屁嘛，卖98。这样4颗，这边都是在地的哦，这个都是手写看板，这个很棒。我们家是需要柠檬的人，买一颗，颜色很漂亮。买了啤酒，然后要买他的老爷爷威士忌，那个好了，有。还要买酱油，好好吃哦。Stay put, you're mixed with perfume.
1300。有时候市区的超市真的比较贵一点点，像这种地区型的，就这蔬菜超级无敌便宜，都是这边自产的。天啊，刚刚场面一度超级无敌混乱，那里面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都是附近的爷爷奶奶，就他们，哦，他们真的很大肆的在购买，就不像这间店真的比较小，不像是之前我很常去的那个伊勇啊，或者是吉安电厂那样那么大，所以里面就挤满了人，然后大家都是就是很像拿了东西就会快没有一样，我真的。快点买买，快点冲出来！然后我现在要接着要去药妆店，我刚刚那边用了6张，然后我还有4张的那个券，给大家看一下凤野湖的券，基本上就是在地的超市啊、便利商店都可以用，长这个样子。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意思有点就像是台湾的5倍券啊，或者是消费券的那种意思啦。但是它是每一年都会发，每一个人都会发，然后它是拿了之后马上就可以用。我觉得这种其实还蛮方便的，蛮方便的。只是就只有在我们这个小地区才可以用喽。洞爷湖车站，洞爷湖的车站哦，那边就是他们很常会有的巴士亭。这边说可以用这个，我进去看看吧。我最常用的洗头发的跟护头发的这样，然后我们家是护头发的会用的比较凶，所以我护头发都很会买两个这样。台湾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个球球啊？这个球球已经出很久了，这个价钱啊，这个扫浴室用的，然后我们家的芳香都用这个，所以我想说买一个，那这个车用的。洗身体应该都用这一个，而且我们家是固定的，不会换的。碳酸水，
swear I never felt like this. Yeah, let me be your Mick Jagger, your Hollywood A-list. Ooh, ooh, ooh. I think I saw you driving on Wilshire. Yeah. Ooh, ooh, ooh. Now I wanna make you mine. 'Cause baby, in the city of angel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hines. Get nervous, I'm just being honest, yeah. Let's go get lost in the city, girl, it's not a problem. Sitting on the pier, drink a couple beers, I swear I never thought like this, yeah. Let me be your Chris Hemsworth, your Hollywood A-list. Hollywood A-list. Ooh, ooh, ooh. I think I saw you driving on Wilson, yeah. Ooh, ooh, ooh. Now I wanna make you mine. 'Cause baby, in the city of angel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hines. Ooh, ooh, ooh. Every day, all the time, yea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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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Sunset, it's always a thrill. Hollywood dreams are better when they're real. She said, hold up, hold up, can you pull up, pull up. I said, bring the whiskey, we can pull up, pull up. We could go downtown to the bar by the beach. She said,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en it's fine by me. Yeah, got me feeling like it's one in a million. Yeah, wouldn't trade it for a bag or a billion. Yeah, wouldn't trade it for a house in the hills, for a house in the Hamptons, or a case full of bills. Yeah, the way she got expensive is taste. The Saint Laurent jacket just to match with the lace. 6 o'clock traffic, I got nothing to do. Might as well be here driving with you.